大家好，我是蔡律师，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。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24年谈绿卡申请和移民签证被拒以后的对策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在美国境外呢，可以在美国驻外的使领馆，比如说驻广州总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，然后拿到绿卡。此外呢，绿卡申请一般分成两步啊，这个职业移民、亲属移民先要提交，比如说 I-140 或者 I-130， 投资移民是要 I-526，过后呢再办后续的485和移民签证步骤。我们这里主要讲的是后面的步骤啊，有的人前期批准了，但是呢，如果485因为各种原因啊，过去的身份问题、党员问题、犯罪记录问题，或者是材料不够，或者是程序原因等等，造成绿卡和移民签证被拒了，怎么办呢？首先呢，如果在美国境内办案485办法多一些，简单一些。在中国办移民签证呢，好多时候如果万一被拒了啊，你联系广州领事馆或者 NVC 不一定都能够有回应。当然在这里澄清一个技术问题，有的时候呢，有的人收到了 NVC 的或者广领馆的通知，一看说哎呀221拒，说你这个移民签证被拒了，哎呀怎么办，那当时很不高兴。那你要仔细看，这里面可能写的说我们现在不能批准你的移民签证申请，但是你把要求的事情做了，比如说重新做一个体检，或者重新提交新的无犯罪记录公证，或者你把护照寄来，然后你的移民签证申请就能得到批准。所以这种实际上是批准，是一个 conditional approval， 你只要完成了它的条件就可以批准啊。当然也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实际的被拒了，不是说简单补充材料就能批准。那怎么办呢？有几种办法。第一呢，你可以重新提交申请啊。那第二呢，你也可以在这个提交叫 motion to reopen 或者 reconsider 或者 appeal， 重新开案。这个呢可以提交不止一次，上次我们有一个视频讲到，有的人提交了连续十次，当然这个是极端的一个例子啊，像这样的也还是可以的，这样可以拖较长时间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其他类型排期可能就有排到了，或者又符合其他的绿卡条件。还有呢，就是可以提交601豁免，我们在别的视频里面也讲到了，我们也有这样的文章来比较，在中国申请人人在美国境外，在中国或者在美国都可以办601豁免。那么这里有一些重要的事项说明一下。这个在中国办呢，一般要的时间要长一点，有的时候要一年啊，甚至更久才能批准。批准以后呢，可以在广领馆重新面谈，拿到移民签证。我们有若干客户是这样的。在美国呢，有的批准的很快，我们有的客户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星期就批了，当然也有几个月批准的。这样的呢，曾经是党员的，有曾经在体制内啊，在军队工作的，有曾经有犯罪记录的，有过去向美国政府、移民局、领事馆等等，提交了错误信息，相应的来取得了签证批准的，有 OPT 挂靠的，也有呢，在美国有这个身份 gap 过期较长时间的，我们都有帮助他们取得了601的豁免的批准，过后呢，取得了绿卡和移民签证的批准。那么这方面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？当然，第一，你要有 qualifying relative， 你要有配偶啊，或者是父母啊，是美国公民或者有绿卡。如果曾经是党员呢，那你孩子是在美国出生，也可以。第二呢，对于大多数的601的豁免的申请，需要表明如果你不能待在美国，会给你的美国亲属造成极大的困难， extreme hardship。 对于曾经是党员团员的呢，那比较简单，如果要办601呢，只要表明说你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那你还要相应的论述啊，这个关于这方面为什么我的601应该得到批准。此外呢，还有一些别的这个 favorable factor 胜过了这个 unfavorable factor 等等啊，相应的来陈述。总体来说呢，601豁免批准率还是比较高的，但是呢，当然也不是自动批准的，所以还是要认真对待。那每年呢，还是有上万啊几万的这样的601豁免的 case 提交。另外呢，也有的人问到 601A 啊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。 601A 呢，一般是说比如如果非法入境美国，然后过后呢又被要求要出境去办移民签证，但是他又担心现在人在美国，要是出境是不是就不能返回了呀，可以先办一个 601A 啊，所以这是特殊的情况。对于我们所了解的呢，大多数中国申请人可能更适合使用 I-601 而不是 601A。 好，那我们这个视频呢讲到的是绿卡和移民签证申请如果被拒了怎么办，怎样应对，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。